他们是某特种作战旅的常委，但他们又和年轻的战士一样投入高空跳伞训练。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。地面训练他们怎样严格要求？空中跳伞他们又是如何不惧风险？军事纪实本期播出，勇敢一跃的背后，第三期。记得有立即追，两臂要夹紧，含胸缩脖，和咱们离机是一样的。哟，哎，哟，哎，后背不要太直，含胸。对，含胸。哎，哎，好。对，要指然不会用劲，不会含胸，含胸缩脖他不会，就是说白了练的少，没怎么接触这个科目。幺幺万取消，要太直了。哎。哎，好，对，就这样。他叫孙福业，是陆军82集团军某特战旅的政治工作部主任。他到特战旅工作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而此时距离机关干部的空中跳伞剩下一个星期了。孙福业能通过地面动作的考核，最终参加伞降实跳吗？以前呢，只是在这个电视里边了解过，这么近距离的亲身的去感受这个跳伞，还是第一次，确实很激动。然后去那个角度，他那个也是上下线。现在孙福业正在进行的是离机准备训练。对，咱们这个离机准备啊，宁可前倾啊，不后仰，重心往前移，放你俩腿之间，两臂要夹紧，需要含胸。你要太直的话，咱后边要背一个伞的，一个伞30来斤，对吧？你要那么直，你伞能背吗？离机准备要求两臂夹紧，重心在两腿中间稍微前移，弓背、含胸、收脖，身体尽可能的收紧。可别小看这样一个动作，保持一会儿身体就会很疲劳。再快再大点，对，再往那个，好，大的站得稳是吧？如果太小的话啊，俩脚的间隔如果太小的话啊，不稳啊，飞机它容易晃。这个腰板太直了，对，含下胸，哎，好，对，不错啊。哎，好，啊，都有听过的，停，停，活动一下，活动腰。作为地心的话，比我实际教的难受。对，咱们含胸缩脖，把自己身体要缩成哎最小。动作要领做不到位，可能有些动作可能没到位的话，格外感觉特别累。我怎么感觉睁着眼不如闭着眼好啊？他好多疑问啊，疑问就是老反驳我们，反驳我们叫教员，说是你干嘛缩脖子？缩脖子干嘛？你跳就不用了吧？缩脖子干什么呀？刚开始不理解啊，一开始我们跳的时候，我感觉没有必要啊，所以说就是在地面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刻意的去强化这个。我感觉特别累，一累这个地方就开始，哎呀，就开始腰开始直了，腰不要直。孙福业今年40岁，入伍21年，他曾当过机关干事，在政治工作上是行家里手。2017年4月底，孙福业被调整到某特战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的岗位，而按照新时期政治干部的要求，他也要成为军事上的行家里手。好，参加跳伞训练还只是第一步。然而过去从没有接触过跳伞，现在的训练时间又十分有限，孙福业的动作还不能按伞降教员的要求做到位，离机准备训练
孙富业的身体还紧缩得不够。要不这个练完之后练滑降啊？模拟训练他有15米高，从这儿往下跳，如果孙富业的动作不到位，又会是什么样呢？我给你做个特种动作啊！他是收的越紧，就弹的弹的越高，弹的越高，弹的越高。准备，好，跳！哎，好，不错啊！哎，第一个跳。旅长张爱军的动作很标准，跳，作为特战旅的领导，就必须带头掌握特战技能。虽然政治工作部主任孙富业的训练时间最短，但他也不能有半点打退堂鼓的想法。我们第一次跳游的时候，他害怕这个腿啊，跟着手啊，有的时候没收紧了，就反身又打脸，然后急跳死到了。他实跳中那种弹的力量没有这个、没有，比这个小很多，比这个小很多，就是散。当时心里也没有底，因为毕竟练的时间很短，作为我们常委来讲呢，应该呢，带头掌握这些特战技能。对吗？这时孙富业跳高空模拟塔，他的胆子很大，但这一次他的动作要领掌握的还不够好。有了亲身体会以后呢，才会自己去感受到这种为什么要把这个脖子收回来。因为在这个高空跳伞呢，它这个伞张开的瞬间呢，有一个缓冲力，可能对你这个身体呢会有一个冲击，这样你如果脖子要是不松回来的话，不收回来的话，它可能会闪到你的脖子。尽管从模拟塔上迈出了第一步，但孙富业还要继续加强训练。那么其他的机关干部又练得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也紧张，我更紧张。没问题，这根绳刚检查过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好，好，坐进门啊，跺脚把腿对上一劲儿，一推跺脚，腿都会感觉到有劲儿了。一有劲儿之后，他就不推，就收起来了。后来我看那个女军训练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跺脚动作。跳！后来我就问，为什么女军跺脚，那老兵不用跺脚？老兵就是很自然的下去了，跺脚的新兵也在出跳的。后来一问，他说这个是应该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跳，跺进门。好，可以，这才不错。这个动作不错了啊。现在来说，他这边散训就赶不上了，没有赶这个机会。然后今年呢，作为特种兵来讲，特种部来讲，像我们在这个单位。一些基本的技能不掌握，从卫生来讲，都忘了来这部队工作一年，快工作一点时间。模拟塔训练，机关干部们都在努力克服自身的动作问题，他们想要参加跳伞实训的决心，不会有丝毫的改变。直接就卖出去了。对呀、没收起来腿儿。有时候一紧张吧，可能就是想当前那个动作，可能就忽略其他动作。
高空跳伞要求三步离机，也就是迈出两步，第三步起跳。对于初级跳伞员来说，他们还不了解如何保持身体收紧，达到动作不变形，所以保持固定的训练姿势有利于形成肌肉记忆。咱个肌肉是有带那个就是记忆性的，咱个天天跳跳那个跳垫子，左腿一跳啪就是往上跳，一跳啪就往上跳，会用那个劲儿。所有的地面训练必须严格要求，而接下来机关干部们很快就将迎来跳伞考核。跳伞之前，每个人都要参加考核，而仅仅几天的时间，孙福业能不能有较大提高？离机动作他为何做得如此轻松？着陆动作他又遇到哪些困难？军事纪实正在播出，《勇敢一跃的背后》第三集。在这一天傍晚将要进行的考核，对于机关干部来说十分紧张。骨干要考考我们，考考地面的动作合格不合格，合格才能进行实跳，要是不合格他就不让我跳了。面楼一离机，二平台。第一项考核离机动作，在独木桥上训练离机动作，更加形象地模拟了直升机上的狭小空间。这个是练得比较窄，这个位置心里有点忐忑。好，跳，收腿，坐腿，收腿，往高去点，别往前冲，你不要摇腿，大力往上收。而像这样的动作是不合格的，考核要求每个人要连续跳三次独木桥，如果第二次跳还不合格，可就麻烦了。跳，高，哎，这好多了啊，这好多了啊，行了行了，对对，这好多了啊。跳，收一腿，收一腿，收一腿。后两次合格，这名机关干部顺利过关，而政治工作部主任孙福业又会做得怎么样呢？好，跳跳，是不是你俩找的对象？哎，漂亮！哎，动作非常好，越轻，动作很标准。跳垫的动作非常漂亮，手手也非常紧，所有动作在我们考核过程中基本是优秀水平。很难让人相信，仅仅几天的时间，孙福业的训练水平竟然有了大幅度提高。那么这几天孙福业究竟是怎么练的呢？你这是逆风落地，一至四米分都可以逆风落地。除了跟伞降教员学习讨论，孙福业自己还会抽时间对着镜子练习离机动作，这样练习可以纠正他的后背太直的问题，让他的离机动作保持得更好。从自身来讲呢，也要按照一个特种兵的标准吧来要求自己。离机动作，人的身体处于紧缩状态，身体的协调性和骨骼肌肉的力量都要有，而孙福业平时的体能训练就不放松，这几天更是自己给自己增加了训练量。现在早晨每天坚持这个都要跑一跑，跑个三公里，晚上也跑个三公里。现在孙福业轻松通过第一项内容的考核，而着陆动作的考核也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高台落地啊，它是感觉很简单，但是自己一练上去以后呢，感觉就是不是那么简单了。还有两个好难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腿部的承载能力都会下降，如果操控不好降落伞，在冲击力较大的情况下，很可能就会造成骨折。
而在平台上练习着陆动作，就可以锻炼腿劲儿，让跳伞员能够承受住着陆的冲击力。着陆动作考核要求跳伞员要从平台上保持脚尖、脚跟、膝盖内侧三点并紧的姿势跳下来。而让孙福业感到不那么简单的是，在跳平台的过程中，脚尖会不自觉地分开，就是脚尖、脚跟、膝盖三内侧必须并紧，会减少咱们的受伤率。你给我一个啊，跳，控制发力，腹肌用紧。好，再好，再漂亮。尽管要求高，但孙福业做得比较到位，达到了良好的水平。跳，两个考核项目，机关干部全员通过。但是，无论地面训练怎样出色，这都不算是真正的考验。那么，第一次从天而降，孙福业等几名常委还将接受怎样的挑战呢？这样这个状态就来了。十一列，报备要打。就想动作，就是三步离机嘛，腿收紧，这个把背面伞抱紧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1、2，嗨，好。这一天，孙福业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跳伞。机关干部跳伞由旅长张爱军带队，接下来要跳伞的就是孙福业。要比模拟塔要更让人感到紧张一点，它这个飞机上呢稍有一点晃动，再一个呢高度呢确实很高，往下看呢这个，因为平时吧很少有机会从这那么高的高度往下看。尽管参加跳伞训练的时间很短，但孙福业已经掌握了动作要领。在空中看到旅长张爱军熟练控制方向，孙福业也想大胆尝试一下。旅长，好，完了，等到想到我自己想这个调整的时候呢，别说已经离地面很近了，又晚了一点，这样就是落地呢稍显得仓促一点。低空这一段必须做好着陆准备，然后呢我的广播一直要喊他要带点左棒，带点左棒面向逆风，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四米风以下呢要逆风着陆，相对来讲这个着陆比较轻比较稳，但是主任呢可能注意力没有放在我这个广播这儿，还是没有转过来。好，拉一下拉一下，哎呀，我有人把这个把棒刷住，把棒拉下来，把这个棒拉下来。这一次孙福业着陆的冲击力很大，以至于在场的人都担心他是否受了伤。所以你收下伞。由于之前孙福业在离机动作上下了功夫，并且加强了体能训练，他的腿部早已增加了足够的力量，
因此这一次跳伞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伤情。很快，机关干部们相继安全着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这一天的伞训场看上去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按照特种兵的标准，领导机关严格要求积极训练，在这片蓝天下，必将还有更多的收获和成长。黑龙江大兴安岭营区占地面积730万公顷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天然屏障。为了保护这里的森林安全，在营区腹地，有这样一些武警森林战士驻防在此地。中队官兵怎样降低发生森林火灾的可能性？直升机支队又有怎样的战斗力？军事纪实下期播出。灭火神鹰。